好，我叫张先南，今天来和我一起猜蛋吧。今天咱们猜四个，这是我爸爸说的。咱们今天多猜一个。海绵宝宝的比较好。猜哪个？海绵宝宝。海绵宝宝。猜一个这个，再猜一个男生版的。再猜一个魔幻蛋吧。嗯，好。就是海绵宝宝的是两种。猜第一个蛋，这里面就是拼图，或者是拼那个车的。我猜应该是车。我猜是不是车？我不会偷看的，让小朋友。完了，我拿蛋出来了。啊！我的巧克力呀、啊。巧克力呀、啊，巧克力不下了。巧克力这个不吃了。嗯，先放里头。嗯，这个就不吃了。哇！这个我会拼。耶、yeah, 这个好。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，拼的一模一样就行。是吗？嗯，跟那个一模一样。是车吗？对。这里边没有，咱们就自己拼就行。咱们这是拼的是不同的。你看看你拼这个对不对？我拼的是那种。我就是随便拼的了。随便拼你漂亮啊。那是我随便拼的，还拼成。两个都朝前也行，只是一个朝上，一个朝下。嗯，这样也挺好看。嗯、这么快就拼完了、啊、因为我拼过。嗯，这个也挺好。嗯，这个是两个、嗯、给小朋友展示一下、嗯、一会儿看的时候猜别的，先猜一个别的。我还想猜几个海绵，因为这些咱们都在猜嘛。没跟打没事，我自己能猜开。就是有点难猜的，哎，哇，又出来了！咱们应该提前就知道这个是个。这是什么玩具？拼装的。小人儿。嗯，这是拼装的。咱们看看这个小人是哪种的呢？看一下帽子就知道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小人挺好玩，嗯、眼睛都没。看看什么帽子？嗯，我看看这个帽子。你再看看那个帽子。看看你的玩具帽子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像警察的帽子。对，那就知道了，应该是警察。不是警察，是这个。咱们今天拼的是这个。这个。装起来看看吧，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看，胡子有胡子，还有胡子。嗯，今天的玩具都是拼装的，不错哈。嗯嗯，不错，今天的玩具不错呀。这么多小人儿啊，组装的。嗯，爸爸，你查查。这是一个系列。对，咱们要。一共是22个小人。22个小时，那么多呀。好了，我把。这个小人应该涵盖了很多职业，每一个职业的代表人物。看看你能不能搜集啊。嗯，咱们得猜好几个蛋呢才能搜集。爸爸慢慢猜呗，慢慢猜，慢慢搜集嘛。爸爸，你知道咱们新到的那些蛋一盒一盒的那个电打起锤蛋，爸爸，你知道那个你咱们得的那个球得么得那个球特别好玩。嗯，那个还是新品的。哎呦，这个帮你胳膊挺难拼的呀。咱们先把两个胳膊一块儿安上。哎，我帮你吧。小朋友
有点难。我一拼那个手就掉了。画的好像反了。咱们第二个猜的蛋，这是第二个蛋。这是警察叔叔吗？嗯，应该是。累了一天，坐这休息一会儿吧。行。还是海绵宝宝的礼物好哈。嗯。精拼装的小玩具。哦。怎么被我给整坏了？这个被我都给打，咱们猜，先猜一猜，万一整坏了呢？ 嗯，咱们猜猜里面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车。那我先把。我猜一定不是车，看咱俩谁猜的对、嗯。但是应该是拼装的。有点是，哎，谁也不对。机器人的。是个机器人的电棒。这个巧克力好像也不能吃了。嗯，放在边上。哎，我怎么把这个都可以推一边了？警察叔叔先坐一会儿吧。这咱们的第二个，这个电棒的灯在下面呢。哎，没电。没有电。这个没有电，把它这个可以挂在钥匙上，可以这样一整。就亮了，晚上回家上楼的时候就可以照亮了，对吧？嗯，咱们得了好几个了，挺多了。那个机器人小电棒多的，也挺好。但是这个吧，哦，没看见，这个应该挺难猜。哎，这个挺好猜的，这个就是车啦。是拼装的车吗？也不知道，就这个膜，这个我就打。来，我帮你打。我要猜哟，我猜是车，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哇塞，你真聪明，真是一个车。我听起来像车吗？这个车好像还是组装的，很漂亮的一个车。哎，这不是组装的，咱们先把这些玩具摆了一边，把它塞进。哦，那样玩了。咱们得捏这个，捏这个，后面这个，这有个翘起来了，那咱们捏这个，好的，看吧，捏，咱们先把这个塞进去。猜真对哈，真是一个漂亮的小车。这个是人也能拿下来。嗯。因为那这个车要是可以散架拼装。嗯，跑这么快。爸爸，挺精致哈。嗯，爸爸，我开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一声。你看，我看看啊，开左了，我要开了，开车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好了，好太快了，我刚捏一下，这个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洞，这个不能塞进去。这好像是一个机器人，因为一个手是这个样子的，一个手是这个样子的，不一样。咱们把这个摆一下。你又猜了好几个小玩具啊？嗯，猜还是猜四个好，这几个是咱们猜的。在这边的全是这个是原来采的原来拼的。那感谢小朋友们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